朋友们，欢迎收看本次欢乐冲视频。现在来打开我们的 BGM。这次的话，开箱的话，这是什么藏？不知道了。这快递吧，暴力有点厉害啊。我们来开箱吧。还是蛮好开的。就是快递有点烂，报纸，这是什么呢？待会儿打开看看。这是 PVA 棉，这里边应该也包有东西吧？有。日本弓背小裙，出工了还。这是新买的一个潮的亚克力吧？哇，有些弓箭好厚啊！挺厚的，有尺子吗？我量一下多厚，确实有尺码的吧？没有，没有好像能有什么用，真的，很厚的亚克力板，然后有，哇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这一次。干湿分离来着。